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的几率有多少？我是一年 A 班江直树。江直树，江直树，我是三年 F 班的袁湘琴。我喜欢你，你愿意收下我这份心意吗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所有你觉得不可能的事，都只是还在等待被人完成的那一天。只要有信念，坚持到底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。谢谢。我不会放弃的。你说过，不管有多大困难，只要坚持到底，梦想就会成真，对吗？对。这么扯的事，也只有你这种人会相信，放心，永远吧。因为我讨厌没有人相信你。在校园内不能透露住在，必须找到本人。二，不能让家人发现或告白过，尤其是我爸。三，不管是家人在学校或者是朋友的关系。江直树，江直树，那我不喜欢你了。让开。A 班有什么了？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？A 班跟 F 班，不过就是差在成绩榜。这次考试，我就要跟你出现在同一张。我要考进100名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们是平等的。直树，像你这样的天才，能当医生，那就太好了。不想进城看的，的确是因为想要当医生。这件事你是第一个知道的。就是走吧，有没有这几个？你当医生，我就去当护士。小明去菜市场买十七颗，回家后发现只剩下5颗，从他路上掉了几颗。苹果掉在地上，为什么不捡起来？我会努力的，肯定的。这个就是把喜欢的人的名字画作加减，还有最后的那个，就会结婚了。你这个都算了。直树，我结婚，我愿意说。快点，快点！我就在办公室就可以了。上车。袁湘琴，我喜欢你。直树，以后如果我真的没有遇到你，可不可以答应我，一定找一个比我更喜欢你的人在一起？找一个，我也不会拒绝。你为了他，你选那样的吧？好啊，那我继续去考你选的好学校，再去做你们要我做的工作，就娶一个你们都喜欢的妻子，这样大家都开心了吧？那我却要在一起，第一次有自己想要走的方向，为什么会这么痛？那怎么告诉他做选择？我先去公司了解一下情况。如果跟沙慧结婚，一定会得到大学的支持。湘琴，你喜欢过，也勇敢过，最后要离开，该留在这里的就放下了。就像我喜欢了你3年的向天沙，该他好奇的时候。你不问吗？我跟沙慧是不是在交往？喜欢他？你好好保重。谢谢，你写的。你放心，直树的未来就交给我来守护吧。结婚一定要跟自己喜欢的人。妈，早点回家。
我的人生梦想就是一直和你在一起。